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51啊，好，一起来修车。哎呀，看我订了个啥，今天刚到，一会儿咱们就给它装上，把这个叫什么 Fender 啊，我这有一套新的，给它装上，然后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去翘头喽。就是一些灯的转，那个灯的线，这个东西一会儿直接一拆一剪就完事儿。Fender 拿下来了，拿下来以后要开始钻两个眼儿。这个眼儿呢，基本上是从这块儿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，从这块钻出去，钻两个眼儿，然后两个大螺丝就可以从这里边出来。基本上就是在这里边钻两个洞，钻上来以后螺丝的长度刚好能够卡住这个上面这个铁的零件，然后呢它原厂会带两个这个垫片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像牢固的给它固定上了，哈哈，搞定。然后剩下就把灯一装就起火了，能搞成了，哈哈。看我加的这个小灯还挺好玩。我这东西装上去以后，我才发现我的这个架子它的那个眼儿打不了，就对不起，所以我钻了两个洞，这样的话把这个架子就给装上了，就把这个灯架子给装上。主要就是装这个灯架子，钻这块钻了半天，然后走这个电线其实就啪啪两下就走下去了，我就随便给它绑一下，不用绑太紧了，懒得绑了。但是哇，非常的结实，对，这个东西也老沉了，这个东西，哈哈，今天可能太忙了，也别出去了。等过两天有时间了，我出去摔一摔，兴奋啊。行吧，兄弟们，就这么着，咱们下次见， Peace。